사짐이 약간 说的啥呀？我没懂，什么什么机密啊？机密天赋吗？你得看什么初装，你带海妖的话就得进。拉长，对对，可以拉长的，拉了30米。点关注，我教你怎么拉长。我反他的野很紧张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我没有闪现。赶紧回家，回家跑了，怕呀，怕就是怕。不怕就是不怕，注意危险，远离敌方，危险四起。你别跟他乱跑，你快回来。人多嘛，哥，射手哥，你稳点，哥，我没补装备。我真没补装备，我诺手哥还是稳定发力，对，浪浪这样跑了跑了，我应该拉短一点，拉长了这样。龙龙去龙龙龙，你别管他，龙啊龙啊，OK OK。你们看我啊哥，你射手怪，不要老进去长段，太短了。
太短了，明白。猫咪跟我猫咪，辅助上就要跟走。OK， 他还没开始拉喽。欢迎王姐姐，有个位置啊，有个位置啊，包全赢啊，包赢啊，王者一下包赢。哎，一错了，一错啦，一错啦。不要信啊，别被骗了，成天到处做引发起。我没有成，我难受，那我去吃个彩皮。这波成就了阿克桑四杀，牺牲小我，成就大我。回家再出来吧，伤害太低了。什么什么白，这是我大招，要不是我大招，他能死杀。怎么在那肯定？中路还是差一点，我更胜一筹。回家补药了，打起来。看这波中，死了吧！帮他报仇，回家回家，把黑气刷了，没下个，才播了七个小时，怎么下？你让我怎么下？怎么说也得播十个小时才行。你王子，我怕打不过啊哥。你多少星啊哥？五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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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枪五杀，站出来，站出来！67了，和谁打呀？单排吗？下了吧，不困。怎么能困呢？哪个主播啊？哪个主播？你说说看看我认不认识？你把他名字报出来。有没有射手的？玩射手的哥哥，欢迎我小野回家。
哪个是哪个主播啊？叫什么？让我们都听听。你关注我吧，到时候三舅妈带粉可以了。皮皮坑，海皮坑，虫虫，你要不要跟我的车啊？虫虫，你多少钱啊？虫虫，虫虫，小虫虫。三十多，你跟我车呗。跟我车不舒服吗？直接秒。没事，晚上晚上，我都是晚上播。你能通宵打吗？通宵打游戏吗？一波了一波了，不用管了。这二九不认识啊，哥，杂牌主播。都是杂牌主播，我不认识。你们点塔呀，那射手呆子，那是你个 DJ 都不认识。他多少一百？